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就欣赏网友，人人没有哪段精彩操作。现在对方是佐助，一口火、起火，碰到了，对方居然没有跑，人有点傻。对方马上就替身，也替身的太快啊！对方元辉队长二技能没打到，然后替佐助也防了一口火之后，反而被千叉插住。佐助这时候好可怜啊，只能被虐。这时候招大蛇丸，这时候招了元魔反喷，喷了之后有一个一技电到了啊。变得很远，然后上大招，哇，这个佐助放的大招也太快了啊！这时候元辉队长一个飞天，然后落地一个棒子敲下来，就把对方敲了。敲了之后，佐助又开始喷蛤蟆啊，躲开躲开之后，一个熊猫招起来，这个佐助连位置动都不动啊，太牛皮了，冷酷到底，最后直接被戳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，打的是。鸣人啊，我还有地方是冷气班，最后一个是那个什么玩啊，二大水影。然后这地方招出乌鸦，这时候元辉队长被乌鸦点了，但是在被顶的时候插住了鸣人。螺旋丸啊，螺旋丸过来了，一个千叉，戳，好痛！招出了元魔，把这个鸣人困住之后，鸣人替身跑了。哎呀，这个二技能换的有点尴尬，这个鸣人什么鬼啊？技能都换反了啊！这下鸣人没得救了，因为鸣人没有替身，只能任由这个日长虐了啊！飞天一下两下三下，又是一个螺旋丸啊！替身之后，马上把他给虐了啊！一口火喷死了。感觉这边佐助的操作啊，实在是不行啊！不，鸣人的操作实在不行啊！我也能打得过，我用希尔都能打得过的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这边拿出的鬼灯半夜二代水影，怎么说也是个 S 人，应该拿出一点本领来啊！对方直接开霸点，脸站着打，这是站撸吗？啊，也不用这么嚣张吧？啊，对方替身之后怎么不动啊？就让人给千叉呀！难道是对方的网络卡？我们看到对方网络刚才出现了红条啊，对吧？哎，对方是什么鬼？为什么动都不动？又是一个飞天落地没有砸到，一技能，二技能。哎，对方连个技能都不放，就在那 A 呀，平 A 是什么玩意儿？居然最后还能被元辉队长太冲动了啊！其实慢慢耗可以把对方耗死的，对方都不动的。对方叫做恍惚，是不是精神恍惚啊？这时候拿出了蝎，准备释放一技能，咻，五二打中了，打中对方又开霸点，二技能一技能全部上，开大招，我操，这家伙也疯了，直接上大招，这下好了，哎，这个鬼灯幻月是什么鬼啊？难道是没有幻象键的吗？难道他的手机坏掉了吗？动都不会动哈，啊，就会被蝎夹着打了吧？好了，这把差不多就结束了，感觉对方像个冷机一样。